大家好，我是中伦律师事务所伦敦分所移民部门的刘律师，很高兴呢能为有需要的朋友解答问题。兼职收入和加班收入可以用来满足工签转永居的薪水要求吗？工签申请中只有 Certificate of Sponsorship 上标明的工作所产生的收入才可以用来满足25,600英镑的年薪要求，兼职的收入是不可以算入满足年薪要求中的。另外呢，需要注意的是，就算是 Certificate of Sponsorship 上标注的工作，在计算收入时也只计算每周不超过48个小时的工作的收入，就是说您不能以一份工作拼命加班来满足以年薪的要求。您就算一个星期做了60个小时，内政部也只算48个小时的收入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如果您有任何问题，请随时给我们的公众号留言，下期见。